好，到了2014年，七合一选战也继续的升温，国民党高雄市长的参选人逐渐浮上台面，外传党内高层已经和行政院政务委员杨秋兴谈过，杨秋兴今天证实了这项讯息，并且强调他会以投入选举的方向来进行最后的思考，在思考一阵时间，那也跟党高层谈过哈，大概朝这个方向啊，这个是辛苦的一战，但是要承担啊，我想也是承担，那对高雄，我想也是承担。